那船有减伤以及卡路的一个自然支柱，这个都不能给哈斯卡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。所以这个哈斯卡一旦团战中被对方先手空档的话，其实也是有可能会集火致死的。而这个团战当中，哈斯卡一旦死的话，这边EHOME的输就比较低了。 但是这时候哈斯卡点杀王的位置给了个先手水啊，水起来啊，接滚，这边卡一下视野，刺一下，想拼对方的哈斯卡，这应该是 SK 先死。对，然后塞尔也踢到上路，第二也就是帮这个小路在下路缓解的压力啊。嗯，这个绕后的捆，塞尔逼死。那这样飞机也要换路了，嗯，飞机要换到上路有可能。 3v3，好像有想法，对，好像有开始消耗了已经。我手术先给到，怼的是飞机，拉的是 SK， 嗯，然后埋杀，并没有反应，对，有穿刺没有用，这波刺出来自己肯定会死，而且只有2级，这一棵树回来，打第二波，水拉住，但是直接被秒断，这个拉，是的，我接的3人路其实控制还是比较足的，这地方Asuka小心啊，这飞机是有高射火炮的。 不过哈斯卡有14个大魔，到了船长。飞机的话，导弹跟上，一手穿刺想强杀船长。看一下哈斯卡掩护过来，这里点了一个针眼，在输出这个萨尔 SK。这个时候有花格魔棒，魔棒等这个刺好的话有机会。绕一下，还卡了一下，刺2个，助走。那水的话没水到，最后哈斯卡把对面给秀了，点死了个萨尔。这里还想追。 2级标记，标记到了，但是没蓝放水。龙骑，龙骑已经是赶了过来，我来这个分一下经验。这样的话，EHOME是一个5-0开局。对。飞机是在下路河道发现了一个落单的小歪杀掉。放水，动手这个飞机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潮汐猎人。不过这边小歪这个捆了一下，一把电给带走了。 这一波主要是这个潮汐没在蹲这个飞机，他在打野， 对吧？就飞机被动手，他第一时间过不来。再一个水，贴士，哈斯卡贴士回去，伤害应该是不够了。这一波其实潮汐下来就手，但龙骑士龙是没了，发现了沙王啊，送的是飞机，96级，对，一炮3连，直接带走秒掉。对，这里是点一个针眼，在发现沙王的位置给一手晕，黑鸟是过来是并没有什么没学关的，哈斯卡也来放大招，没死任何人。 萨尔框大也没有框到人，王鑫过来一个大，但是双核已经阵亡了。这个时候，嗯，不过这波大招效果还是不错，在塔下留住2个人，杀死了哈斯卡和船长。看这个龙骑有没有机会？龙骑是残血的，血量也很残。萨尔龙骑是 CT 2级的因果，潮汐也没蓝了，小龙骑士应该是能跑。没下来，小歪这边过去拉住潮汐。 这2个人伤害，神龙摆尾先不用，哈斯卡也来了，对。 神龙摆尾先不用，潮汐毕竟是有 T 的，对吧？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显然是买出了笛子。那这样的话，EHOME是可以顺势去推对面的下路1塔和2塔。对，打远古，对，但是萨尔这个破雾了。对，啊，这波萨尔立功了呀，帮飞机闯枪呀。不过这个远古没有打完，还是留了几个，大的。 路线让其他人去抓人啊！这边是分散推进，小白在中路，对，在留人残血，飞机是跑了，但是潮汐应该是被留下了。这个时候EHOME也比较聪明啊，他知道对方是不敢守2塔的，所以选择只让一个人来推。他是放了一个哈斯卡路线迷惑一下你，对，其他人的话去抓人去了。 这样的话效率就比较高了。黑鸟这边是关了一下龙骑，萨尔这个位置贴士 CT， 的话是往右边走，2标3标再进来开战捕追毒死，漂亮！这波EHOME的这个分推战术执行的很成功啊。哈斯卡是等于说单推了2个塔，然后其余4人还完成了一波抓人，抓了对面3个人。大哥是没抓到 ，SK 这破了，来跳刺，黑鸟过来，看一下这边圣坛龙骑先 T， 切看他能坚持多久。小白 T 的2塔，那龙骑过来留人。潮汐是有大招和笛子的，然后一个滚。这个龙骑 TP 是取消了吗？走过来，小白先死，哈斯卡的话给了黑鸟一个天堂之戟。那反杀这个 SK， 天堂结束来了，黑鸟推过来输出2下法球，哈斯卡跟黑鸟对拼，黑鸟打不过。看一下这边小路，小路的输出特别高啊，大招没有大哈斯卡，这个一下必招贴出来了，是的。开始风筝朝击，龙骑士也赶过来啊！飞机已经被缺掉，已经被龙骑士带走了。这一波 VGJ 是没有打赢，虽然说只杀了哈萨一个盾，但这个位置离对方圣坛太近 ，EHOME 是可以支援的。他们主要是基本上板上钉钉了。 龙骑士没龙，小歪力蛇棒，飞鸟过来点一下，飞机直接放大招，把兵线清掉，一下兵。标记直接三连，找到这边飞机关一手，对，躲一下这边船长的技能。但是传油叠上之后，这个塔肯定是要没。小路现在输出也特别高啊！哎，先云道看一下 SK， 这个跳大，效果一般被秒阳。是的，这个输出还是不够啊。沙王阵王不能买活，这边龙骑士是被杀掉了。那这一波是没什么意义，以后我们还是要走。这一波上高主要是龙骑士没有龙，而且 BKB 没有做出来，差一点钱。 实力小歪是留到了沙王，但是队友没跟，对他不想过来，不想因为沙王一个人来破坏这个推进节奏，杀一个沙王其实这个时候意义也不是很大。跳走，力真假眼，直接要上了，对，直接上。小歪是有蛇棒，打了一脚朝西，消耗了一波。龙骑站位还是比较小心的。 先手水洗了潮汐，消耗潮汐了2/3的血。这个近战兵营是还被点掉了，对，小歪这蛇棒都没有插，刺了一下哈斯卡没什么意义。近战兵营是被直接点掉，那EHOME可以退回来控盾了。哎，想打先手吗？要直接出吗？打得很凶，关了一下，躲了哈斯卡的这个大招。BKB 还没开，黑鸟这个纯粹法球打潮汐直接被秒了，那潮汐被小路直接给。 推进给飙死了，而且潮汐是买不活的。来了一个战鼓，准备直接推下路了。对，直接推下。这一波潮汐的话不在，啊，直接两路了呀，干净的。小大，看一下 BKB， 阿萨 BKB 还是没开，打哈斯卡没有输出啊，一点都不痛。龙骑士开启 BKB， 这边被集火，起飞机给当了个天堂之戟，但是没用，被起脸冲到泉水。 这样的话是恭喜EHOME拿下了的决赛 BO3 的第一局的胜利。最后也是不用控这个2代肉山对吧？直接一波带走了。这样的话，EHOME是依靠一个线上非常优势的分路，在线上取得优势之后呢，在中期强势期把握住了机会，在中期是一波带走。